什么是印度战神。在印度，如果你能打到无敌战神，那么恭喜你可以迎娶白富美了。众所周知，战神在印度的地位甚至高于婆罗门。网友更是表示，游戏上瘾程度分为四种：轻度、中度、重度、印度。他们只需略微出手，便已知魔怔的极限。结婚现场吃鸡，骑车自动导航吃鸡，用电视吃鸡，甚至闭着眼睛也能玩，没有凳子直接表演一波人体式吃鸡。无敌战神麦克阿瑟也曾这样评价印度战神：当我听到那首熟悉的 BGM 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战神哥又要集结一比三了。印度战神究竟是些怎样的人才？为何能把游戏玩到如此地步？大型纪录片《印度战神传奇》持续为你播出。